请注意它。你好，你好，很冷哦。很冷。你看他手上拿着，因为我们棚内只有12度，不好意思，只有十二度。对，我们这里面只有12度啊，而且我们已经习惯在冰箱，我们回到家，家里冷气也是都开了12度。神经病啊，不习惯太热。都不习惯。因为他说这个机器啊，不这样子会坏掉。因为我们的灯比较多啦，灯多温度就要比较低。可是今天的这个 Sandy 姐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抱着怀旧的心情，因为怀旧。你像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个 Sandy 姐推出了这个新歌加精选，新歌加精选，而且这张精选集非常的棒，里面有两张，对不对？对，一张是全部都是旧歌，另外一张呢就是里面有一首新歌，还有两首是旧歌重新改编。那里面这个新歌，它新歌是在这第一张 CD 里面这一首最好的事，是，对不对？然后其他的这些应该是说经过精挑细选出来，那这一次啊 Sandy 姐有一起加入这个挑歌，那最后是怎么样把这些歌，因为你的作品这么多，如果是我们来挑的话，我真的挑不出来。而且我发现这选出来这些歌曲几乎都是已经变国歌的歌曲了。爱上一个不回家，只是夜太黑。我还有什么？好多好多。女人独有的天真。哎，我破音了吗？破音，破音，我有破音吗？有，没有啊？大家有听到我破音吗？没有，没有，应该没有吧。我们可哎，有没有可能珍妮姐可以现场来几句？好，不要了，我说你这个怎么发现出来？因为我看到你，我就想到好想听听，因为以前真的，以前我们真的每一张啊，都一定是我们要。但是你有，你要先让人家讲的话，人家的节目都还没讲的话，你就叫人家先唱歌，是啦，对吗？其实唱歌的话有一个机会，因为我这个礼拜五就是17号会有一个真的 mini concert， 那就会现场唱给大家听。哦，而且这个 concert 听说啊，他这个乐师啊，这个 band 啊，是跟你这个跑遍这个全世界的伦永亮啊，伦永亮还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的一些乐手，各地的乐手，顶尖的乐手，对哦。那天一定是很棒，这个礼拜五嘛，对不对？对。好，那这个礼拜五大家呢可以去听一下呢 我这样讲好了，林忆莲的这个 mini concert。 没有，我想 Sandy 姐就觉得不要这样一直称呼不大好。对啊，那人府地这样子。你可以称我人府地，我 OK 了。可是其实像这种姐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尊称。对，我们只是尊敬，跟年纪完全没有关系。是，你看他身高比我矮，他年纪比我小。这样讲可以吗？而且我跟你讲哦，没有 Sandy 姐的皮肤好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吗？我从这边看，我觉得她皮肤真的很好哎。然后我一直在跟我，我们不能再没有关系，你不要理他，没有关系。我们节目通常的每一段都要 over 20分钟到30分钟，而且是因为天气冷啊，它需要一些运动，它需要运动。所以这张专辑呢，是从200多首歌曲里面，网络上摘取的200多首里面选出来的歌曲嘛。对。那在挑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这么多作品啊，你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来讲你的影响或者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其实每一首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伤痕》，因为《伤痕》这首歌很难唱，然后在录的过程当中其实蛮辛苦，录了很久很久这样。真的，《伤痕》。《伤痕》我现在熊熊想不起来怎么唱可是。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着出伤痕？你看，真的是国歌啦，真的只要到 KTV 去，真的永远都是在榜上。但是我跟你讲，要听好听的声音呢，就要在这个礼拜五到哪边去听这个我们林忆莲的演唱会呢？西门101，对不对？对。那时间地点在我们的荧幕上面有秀出来，对。然后上面也有洽询的电话。那这次Sandy 姐会在这里台湾待多久呢？Sandy 姐。范伟弟弟，是我呢，礼拜六就要回家了。真的，就是唱完之后就要回家。那近期之内会不会赶快再回来台湾呢？我也想，这一次是精选，下一次希望有全新的专辑要跟大家见面。好，所以想听到好听的声音呢，就要在趁这个我们的 Sandy 姐姐呢回家之前呢，礼拜五的晚上可以去西门101看她的 mini concert， 当天视频 CD 就可以入场了。对，听 CD。对，好的，今天谢谢我们的林忆莲来我们节目， okay, 谢谢。好，现在呢来看一下丁文琪的活动 VCR Go。林超人西北少女 Tiki。Everything going well, OK? 加油！谢谢，加油！谢谢。OK， 好，接下来看看林忆莲为今天晚上的这个 mini concert 来彩排。
的好声音在彩排时表露无遗，首首经典好歌更令采访的记者听得陶醉不已。与生俱来的歌喉似乎不需彩排。我觉得彩排是我跟乐手最多的接触的一个很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非常喜欢彩排，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啊，然后在唱歌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出错啦什么，反而就觉得说很好玩，很轻松。值得一提的是，林忆莲 live show 的乐手几乎都是林忆莲多年搭档，包括了好友伦永亮以及来自新马的一流乐手，而且他们为了林忆莲完全不计酬劳。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大家，因为我们这一年下来合作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都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那所以我想有时候在虽然在价钱方面不可能像平常一个大型的演唱会的演出的价钱，可是他们也都愿意，对，所以很开心，很谢谢他们。晚上的 live show 看来应该一切完美，只可惜林忆莲的老公李宗盛无法前来捧场，他有他忙的事情，对，那我们有通电话。不会啦，他不来我反而没有压力。亚洲热中心邵玉红、江英穗采访报道。下一段有好对 unplug 的彩排。今晚七点半在西门101举办的林忆莲 unplug 音乐会下午进行彩排。对于老公李宗盛因故不能出席听听老婆的表演，林忆莲笑着说：“人不在比较好。”他有他忙的事情，对。那我们有通电话。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不会啦，他不来我反而没有压力。心情丝毫未受影响的林忆莲和巡回演唱会老班底乐手一起彩排，而第一次在小型场地演出，林忆莲温馨地唱出一首一首的经典好歌，即使是彩排还是让采访媒体听得忘我。喜欢彩排，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啊，然后在唱歌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出错啦什么，反而就觉得说很好玩，很轻松。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尽量在现场给大家观众觉得说一个很怎么说，如果有什么小的差错，我反而觉得观众会喜欢看这些。我觉得都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了。那所以我想有时候在虽然在价钱方面不可能像平常一个大型的演唱会的演出的价钱，可是他们也都愿意，对，所以很开心，很谢谢他们。娱乐新闻，许志伟、谢婷采访报道。哎，像我刚跟一晨呢，我们就在聊。因为呢，有一个十年前就开始一直非常支持森妮姐的一个歌迷朋友，她已经当妈妈，然后十年后她还来这个场地为森妮加油打气，所以森妮姐就哭了。101场地虽然不大，但林忆莲 Unplugged 音乐会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歌迷热情参与之下温馨展开。清楚一点点，因为我这里有两个很强的光一直照在这里，所以我平常看你们会有点辛苦，因为就在黑暗当中。哦，这样比较好。
与老搭档伦永亮等知名乐手同台演出，林忆莲如鱼得水般的挥洒那吴侬软语式的细致歌声，而一位为人母的歌迷出现，更让林忆莲昔日回忆涌上心头，一度泪洒舞台。Hello， 是不是你？是你，你的 baby 呢？在家里啊。OK， 你长大了，很开心看到你。啊，对不起，我很容易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好，我来唱歌我就快哭了 ，OK？ 走在大街的夜，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林忆莲办演唱会，同经纪人的蔡健雅也到场了，一方面为好友打气，同时也为台上的男友黄韵仁而来。只是不知是否和男友有关，还是因为脂粉未施，蔡健雅始终都躲着媒体不给拍摄。娱乐新闻，袁福明、谢婷采访报道。哇，真的很感动，还蛮感动的。怎么突然跳个礼物？十年的时间有没有？啊哈！啊！一上眼他已经这么大了，然后他寄给我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快要生 baby， 那个是去年的事情，对不对？哦，所以我很开心看到你。OK。我等一下再看好了，不然我就又会哭。好，我来唱歌，我就不会哭了。OK， 一口气唱完了12首歌，台下歌迷仍不肯罢休，安可声不断。林忆莲只好再度出场，献唱一首英文歌曲。春雨，我也想唱。啊，你记得吗？真的？哦 ，OK。什么？不要了，不要了，真的不要了。不要，你有没有？你究竟有没有春雨啦？你究竟有没有春雨啊？台上台下都欲罢不能，但在场地时间有限之下，演唱会只有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结束了。亚洲娱乐中心黄嘉明、江云穗采访报道。上来到现场。追随十年的 fan 也在台下聆听时，还感性的流下了眼泪。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都没有。哇哈！我等一下再看好了，不然我就又会哭。音乐会中虽然没有亮丽炫酷的灯光，只有纯净的光束及背景，但对沉浸在林忆莲歌声中的 fans 来说，一切早已达到最好的音乐境界了。
，HD 新闻陈心怡、陈德兴采访报道。其实我突然忘记你是快一点，你看我们紧张到这种程度。先恭喜 Sandy 姐，谢谢。请坐，来请坐 ，OK。慢慢享用吧。寂寞时候流口水流眼泪，有人问我是谁，说是谁，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我是爱已不可为，靠近点，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那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管那过去有多美，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欢迎Sandy姐，好紧张哦。Sandy姐你知道吗？以前我们俩是在民歌餐厅演唱，我是民歌手，所以你的专辑里面所有的歌我们几乎全部都会唱。谢谢。其实啊，太爱你了 ，Sandy。那时候我们在滚石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两个还没有发片。每次你的演唱会，我们一定会到。而且那天你是在那个足球场唱的时候，对，我们俩在台下哭的稀里哗啦。好感动哦，因为每一首都会唱，所以每次你在唱，我们就会跟着唱。嗯，没错。这次呢，也发了这个是集结了滚石、华纳还有这个维京唱片公司，可以说是跨公司的合作的精选集。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吧。我在台湾的从第一张到现在的做了一个总括这样子。这个因为这首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是婚后第一次跟大哥合作。那我们知道大哥呢，这首歌写了八种版本，好几种版本。其实故事是这样子，有一点特别，就是说我们有八个，前面有八个版本的歌词，那可是都没有真的很很符合这个歌，那所以呢才请大哥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意见，然后他才帮我们写了一个这个最好的是这个版本。而且听说一通电话歌词没多久就过来了，那他很厉害，两个半钟头就写完了。对对对，大哥在歌词上面是真的是很厉害，比那宅急便还快、真的。对啊，而且我刚刚有看到就是走在大街女子，听说这次的版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听说过在台湾的布农族有八部合音，可是这次是16声，全部都是人声来当合音。你自己花了可是你录了几轨？16部，16轨几轨？其实是16轨，可是里面有很多部这样子。好想听哦！可不可以教我们？如果三个人做阿卡佩拉的话，这个我不会，我也是要老师教我才会。可是在里面这16部都是自己唱，对，对，自己唱。哇，好过瘾！一轨这样子，好过瘾哦，很好玩的。对，我觉得你们做一定没问题的。真的吗？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一起唱吗？走在大街的女子，现在吗？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马上那个 reverb 就来了。可不可以请 Sandy 唱两句？好想听，好想听。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走在大街的女子，到底你要去哪里？好厉害，谢谢，太感动了，居然可以坐在你的旁边听到你现场唱。为什么？好感动。可不可以告诉我怎样才可以把歌唱好啊？没有，你们的歌也唱得很好啊。其实我觉得其实要用心来唱歌就会有它感人的地方。除了唱歌之外，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珍妮姐的皮肤
非常的好。你除了吃素以外，平常有没有什么保养啊？非常可怕。吃素吗？我没记错嘛。吃素，对，有一阵子我吃素。那现在也有开始有开始在吃素了。嗯嗯。就是我停了一下，然后我现在又有开始有点吃素的。我好想摸你的皮肤，你好想摸吗？好细啊！我的天哪！天哪！我好怕我的皮肤会刮到你的脸。没有，像 baby 哦，小 baby 一样。不过这个 Sandy 有一个活动，在1月17号的时候。十七号，对，有一个在西门101。西门101。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演唱会。那我们把巡回演唱的所有的乐手都带到台北来，那希望给大家一个很有诚意的演出。哇，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对，在1月17号的时候呢，在西门町的这个101，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办演唱会很不错的地方。可是我们还是很渴望你可以办大型的演唱会。我也一定会去的。谢谢。应该会有这样的计划吧，在未来。我想我距离上一次其实已经差不多7年的时间了。对，有7年。对，因为之前是在内地那边，而且听说在过年的时候你还受这个北京的电视台邀请。对，然后唱今年小孩年，对，会过去。哇，可好想飞过去那边看这样的表演。不过我们还我要录节目，对不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一定会默默支持你的。谢谢你，谢谢。今天谢谢Sandy来到节目。谢谢Sandy姐。心里还是有一些澎湃跟悸动，真的可以让我再摸一下你皮肤吗？那真的是好嫩哦。那可以再拥抱一次吗？能再拥抱吗？两个一起抱哦。谢谢，唱片大卖，记得要去看这个17号的这个演唱会。嗯，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看这个《人间有爱》的演唱会彩排，请看。游园街卫视。把最好的表演献给了台湾。昨晚温馨的不插电 live show 没有绚丽的舞台特技，只凭着林忆莲一把得天独厚的嗓音以及与乐手的绝佳默契，再加上一首首好歌，就足以拼过任何一场大型演唱会。台下的观众也全是多年来一直支持着林忆莲的超死忠歌迷，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林忆莲不禁感动落泪。是你，是你，你的 baby 呢？在家里啊。OK， 你长大了。开心看到你，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那一上眼他已经这么大了，然后他寄给我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快要生 baby， 那是去年的事情，对不对？哦，所以我很开心看到你。OK， 我等一下再看好了，不然我就又会哭。好，我来唱歌，我就不会哭了。OK， 一口气唱完了12首歌，台下歌迷仍不肯罢休，安可声不断。林忆莲只好再度出场，献唱一首英文歌曲。
要了，不要了，真的不要了，不要了。你究竟有没有春雨啊？你究竟有没有春雨啊？台上台下都欲罢不能，但在场地时间有限之下，演唱会只有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结束了。亚洲娱乐中心黄嘉明、江云翠采访报道。把最好的表演献给了台湾。昨晚温馨的不插电 live show 没有绚丽的舞台特技，只凭着林忆莲一把得天独厚的嗓音以及与乐手的绝佳默契，再加上一首首好歌，就足以拼过任何一场大型演唱会。观众也全是多年来一直支持着林忆莲的超级中歌迷，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林忆莲不禁感动落泪。是不是你？是你？你的 baby 呢？在家里啊。OK， 你长大了。开心看到你，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那一上眼他已经这么大了，然后他寄给我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快要生 baby， 那是去年的事情，对不对？哦，所以我很开心看到你。OK， 我等一下再看好了，不然我就又会哭。好，我来唱歌，我就不会哭了。OK， 一口气唱完了十二首歌，台下歌迷仍不肯罢休，安可声不断。林忆莲只好再度出场，献唱一首英文歌曲。台上台下都欲罢不能，但在场地时间有限之下，演唱会只有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结束了。亚洲娱乐中心黄嘉明。昨天的音乐会上突然落泪，不过眼泪可不是为了被传婚变而掉，而是音乐会上 Sandy 看到了跟了他十年之久，一路从少女变成了少妇的歌迷，感触良多，不禁流下了眼泪。你长大了，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有没有？这位女歌迷这回还是特地从香港前来支持 Sandy。 一年前她曾经写信给 Sandy， 告诉她自己已经怀孕了，现在和 Sandy 一样都身为人母。而为了怕感动的情绪持续蔓延， Sandy 决定用歌声来取代眼泪，演唱平时难得公开演出的 Hello 寂寞，献给在场的所有歌迷。我
选牛仔裤加上一条亮片围巾 ，Sandy 一出场便先演唱了他成功进军歌坛的第一首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紧接着《情人的眼泪》、《伤痕不必在乎我是谁》，以及 Sandy 重新诠释的《走在大街的女子》，都让现场的歌迷听得如痴如醉。爱华林俊的采访报道。好，接下来。快活的时光，眼看的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到了冬季，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台湾人的电视台，现在要为你播出《黄金夜总会》。欢迎收看《黄金夜总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有改编过？不是改编的，是把男生给灌进去，灌进去加一点和音，这样年轻人特别好。我个人偶像没来，我欢迎就金丁嘞，新郎，林忆莲哦，哎呦，那也是我的偶像，真的，什么也是他们后面乐队的偶像，错啊，金丁我就直接摆不滚了，哎呀，哎，不过林忆莲要来了，因为这条歌最红，你知道吗？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今天给你唱这条歌，我有传秘密武器，哟，你有秘密武器哦，我今晚我要跟你讲，休等了一路仔，是什么关秘密武器了？卖个关子，卖个，哎，他要先带来这一首歌哦，哈，我告诉你，很红啊。KTV 一枚光，至少还有你。来，赶快，林忆莲。
都啊，刚才在听国歌的感觉。国歌为什么？至少还有你、啊。哎，这首歌很红哦。KTV 必点的歌曲。对，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一出来，那个画面就出来，那个电影的画面有没有？哎、然后配上林忆莲的歌声，是哇，真的好感人哦，歌声太好听了。对呀、啊，而且因为访问你啊，我今天特别是沐浴更衣啊，嗯，非常帅耶，旁边。什么？穿树叶。就为了我也是，啊，你真的啊，最近都在吃素的。我有法号了，你也有了吗？啊，那个我就没有。我是上了下人，从料下人撩人发素下是不分啊。跟你看一下，跟因为访问也不要紧张。我们特别服装造型师啊，我也紧张，要选一套比较像样。对，真的，我们碰过。真的没有那么帅过，他还跟那个造型师说，我今天林忆莲要来，我要那个领带要特别鲜艳一点。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人长得不好看，他要凸显一下，你看。对对对，蓝色的，请你不要观赏颈部以上，好吧？非常帅，对不？我有几个意义的，嗯，因为距离上次见面大概我看有五年有了，很长时间了。哎呀，我一直在电视上看到你是。哎呀，苦候不到你啊，真是一直、哎呀，加痛过啊呢。哎，不过我认识林忆莲哦，当然除了荧幕上以外不讲，其实我看到她是在有一次在香港的养茶店，我看到她养茶店，啊对，我在养，然后她没有化妆，打工吗？在搬盘子，没有，她坐在另外一桌，然后我在吃饭，我说哎，那不是林忆莲吗？是吗？哇，好漂亮，她不化妆更漂亮，是真的。哎，你讲的重点嘛，你是哈、哦、我们全世界公认最佳的东方美女代表。真的、哦，东方女孩子都是爱爱。因为我单眼皮吗？单眼皮多是千万不要去割，千万不要，那太值钱了。现在复古又回来了，流行回来。啊，当然了，看到东方女孩子单眼皮都俩公啊。为什么？他们认为东方女孩子这样最漂亮。哦，真的，对，而且歌声这么样的迷人，所以你的演唱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代表。谢谢，而且碰哥，你知道吗？那个林忆莲开演唱会的时候，你没有去看哈、哦？我不票啊，无人送给我。无人送给你哦。你也不票啊，我来奇怪。啊，那我们班的。班的。我跟你是谁？以后爱行来啦。台语是听我不啦？我不会听台语。以后有票要寄来。哦，好，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讲，他的演唱会真的很成功，哦、而且他台语歌也唱哦。他说你不会讲台，但是你会唱台语歌。我有唱过一次，对，唱我姐姐的歌。对，酒后心声很难唱，唱的好好，我吓一跳，我说哇，林忆莲没去问这一关，是静音啊，给，然后我坐在台下听，真的把我吓到。感动哦，好感动哦，真的。哇，有些人哦，天生就是来唱歌的，嗯，你就是天生带有这个使命。哦，好，我现在带着这个使命感，要好好的努力。你接下来要带使命感这首歌吗？对，每首歌都要有一个严重的使命感，要把它好好的唱。然后呢，这个我光写，我这边假跟丢，还是很紧张。我对着我偶像，我跟。哦。待会可不可以跟你要一张那种签名照片？随时，谢谢。送我老婆。对，谢谢。好吧，其实我自己要的。因为这是这样的，是因为你这个很多为你词曲创作都是名家嘛。嗯。那国内有一位新李工达。哎，林忆莲，我帮你慎重的介绍一下，王鹏哥呢，最近啊写了很多很多的歌，但是都没有办法卖出去。嗯。所以你听听看，他今天写他的问题处在哪里？为什么他写的歌都卖不出去？好不好？对，真的。那他，你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有改编过？不是改编的，是把男生给灌进去，灌进去，加一点和音这样。你听听，很特别哈。功力到什么程度？好吧。好，我们来试试看。可以吗？试试看。但我多多红了有没有？他好紧张。红两边的。好，不用紧张。那我们三个来合作这首歌。好，来。毕竟我们折磨这一回。
停一下，停一下。好厉害！你觉得这个可以打几分？我觉得你这个一定在 KTV 里面呢，非常受欢迎。哎、对呀、啊，笑人，你把灌鬼过。我跟你讲，鹏哥，这个真的写得很好。其实林忆莲刚刚讲到一个重点，这首歌通常都是女孩子唱，对不对？她这样一编的话，男女可以对唱、啊。对呀、啊。我回去再把前面弄一弄，变成新的曲子。好。你他们公司很大嘛，对不对？不要说一直找名家。我跟你讲哦，他会说，那我跟你合唱。没有的，没有的。走在大街的女子其实是一首旧歌、哦，那我给她一个新的面貌。那你换个新名字不就好了？叫《天龙八部》。这也是好。天龙八部。我跟你合唱，没有的，没有的，不是我不用卖，送都没有关系。嗯，哎，我以后好大方哦。我本名叫彭张善，请你记住，不是彭佳佳哎，我用彭张善，词曲就是我，好吧？大家听到了哈、哦欸？不是，你要听到啊。哦，我也听到了。你要记，等一下我也给你一张我的签名照，对，好，彭张善，然后帮我们推荐一下。欸、好，没问题。拿去你们公司。哎、欸，我跟你讲，接下来这首歌我听说了，我看那个资料，听说很恐怖。我告诉你，这首歌就厉害了。是什么？是什么？一个人唱厉害了，所以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这个歌呢，其实我们就尝试用一个那种 a cappella 的这种唱法。我也是一个 a cappella， 就是。就是全部都是用声音来构成一首歌，可以算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乐器部分，那可是其他的全部的和声一层一层都是我自己用声音搭上去，这样你自己搭和声，对，一层一层大概有16轨，然后有8个声部。歌名叫什么？歌名叫走在大街的女子，其实是一首旧歌、哦、那我给她一个新的面貌。那你换个新名字不就好了？换天龙八部、这也是好。天龙八部也不错、啊、不行啊，天龙八部是那个港剧哦，黑北赛就是穿古装在唱，不简单，不简单，我去把整个大老人都叫醒，好不好？叫醒，好好听这个八部和声的到底怎么唱。对，我们来听一下。大家来宾啊，好麦克差点，好好的欣赏林忆莲这首歌，歌名是好好走在大街的女子，对，谢谢。
好棒哦！谢谢。八步哎，自己唱哎。前面从前面开始就是的。对，从前面开始。哇！一开始唱我就去看天，看天有没有开。为什么要看天？因为布农族啊，有一个仪式也是八步合唱。他们是献给天的时候，才八步合唱。有真的有这个仪式在。真的？那你刚刚看有没有开？开了。开了。好大一个洞。老天爷都感动了，对呀、啊，厉害，真的是厉害。观众朋友都要听哦，是一概绝情哎，而且是现场哦，我刚听好像 CD 哈、哦，哦，好像放 CD， 太厉害，好厉害。这样，所以这张专辑啊，一定是值得收藏的。其实我觉得应该再帮他宣传一下，这张专辑太棒了，太棒。一莲，我们要不要再讲一下？你觉得最特别的，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没有？其实我在这张里面最喜欢的确就是走在大街的女子这一首，然后可是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新歌，有一首新歌、有做了一首新歌，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因为写歌的这位朋友呢，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很年轻的新晋的一个音乐人，叫黄韵仁，那写歌词的部分呢就是李宗盛大哥就写这首歌，对，他写这首歌。其实有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歌词本来就不是他写的，因为一般都不想动用到他这个老人家这样子，您说的我们没说。那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歌词实在是大家都用了很多的心，写了大概有八个版本的歌词，结果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那最后才请到他这样子。是是，您下次可以考虑彭张灿，好不好？好，你记得我了。真的应该早想到。是那个照片我就在后台等，好吧？那你要不要为我们介绍这首新歌？好，这首新歌的名字叫《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好，听一下。来，我们来欣赏。